布置起来。今天大勇哥啊，大勇哥来了。哎，我后面也让他们做这种，就这个战绩这块就做成这种小的这种，小的这种标，做个 icon 就好了，对吧？然后下面贴几个奖牌，对吧？对呀、啊，就 P 级和 Major 的嘛，就贴几个奖牌就好，战斗联赛。反正后面他们会重新做一版包装的。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就是这个阿卡丁的这个国产的这个电竞椅这个牌子嘛，其实国内不怎么看得到，但是他一直默默的在赞助接手，我他妈也很飘，说明肯定说明他在韩国市场还可以，应该现在就很飘，你不觉得吗？国内阿卡丁你不怎么听得到，这有是有，但是你不怎么听得到。对的，那肯定韩国市场还是可以的，不愿意再赞助。对啊，这椅子很便宜好像。哦，好像也不便宜。也不便宜啊，说错了，也不便宜。好像也是1000多一个。定价不，这种椅子定价都差不多的。嗯。他们以前都是做那个的。就最早那个迪瑞克斯过来做电竞椅的时候，迪瑞克斯就是做那个，是做赛车椅的。这其实就是赛车椅啊。对，他之前是做赛车椅的，后来就转型做了，切了一块这个市场。然后那个叫什么？哎，以前我们经常赞助奥丰他们是做办公椅的。对，他们是做办公桌椅的。然后法人跟他们聊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在电竞这块发力了。想想法人也是个人才，你妈的背着书包就跑去杭州，跑去找别人老板去了，认都不认识，然后就开始跟别人讲电竞这一块啊。讲完了，然后那是因为他们其实本来也打算布局电竞，那肯定是别人也在看这块，刚好对。刚好切合，然后法人直接背着包就过去了，然后自我介绍了一番，然后别人突然感觉我靠，要不突然在电竞圈找到一个认识，在电竞圈里面好像还挺靠谱的人，一直想切电竞圈切不进去。说的没错，真的是、啊、法人，你知道是怎么认识别人奥丰的老板的吗？就法人跑去那个叫什么淘宝店，然后用我们淘宝这个店小二的账号，对不对嘛？就是我们那个淘宝店，就是星际老男孩的、那个，对，星际老男孩的那个客服的账号，然后去搜淘宝上面办公桌椅谁卖的最好，然后他就搜到一个叫黑白调的牌子，然后他就去密对面的那个客服，说我要找你们老板，然后那客服也懵逼了，然后想了半天就把他们老板叫过来了，法人就开始自我介绍了，问你们公司在哪里，我过来跟你好好聊一聊。然后别人说我们在杭州，反正说好，然后直接就坐着火车就去了。刚好他们公司的老板呢，都是属于那种年轻人，对，年纪比较轻的年轻人，然后创业的，刚好在看电竞这一块，突然一下遇到一个好像在电竞圈挺靠谱的人，然后就聊起来了，就认识了。法人绝对是个人才，我跟你们说。好了，这还看比赛吧，反正今天第一场，这帮你在喝什么东西啊？他他妈在喝中药吗？这个应该是可乐吧？可乐也不用这样装吧？不，他有那个，不，他们可能韩国那边牌就包可乐包装可能跟国内不一样吧？没有，他撕掉的，他应该是撕掉的。对，他把标签撕掉不就这个样子吗？应该是、因为有这个接受有 Hot 6的赞助的原因啊，就不能出现其他饮料的牌子，所以他就必须要把这个撕掉。应该是啊，不肯定是好吗？哎呀，管他的，我们看比赛就对了。好了，来看一下顺点吧。
地图下方的蓝色的神族选手是出生在地图下方五点钟的八本，来自 Africa 战队的选手。农民已经出去了，这个农民。地图上方的十点钟发现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来自 NV 战队的邦尼。这什么野兵营呢？怎么感觉他野两病啊？野两病，不有备而来的肯定。这种比赛对不对？准备了都。这种基本上就是属于那种生死战，好不好？那挂输了之后，他这几个月基本上没比赛了，不，这两个月基本上没比赛了，就个人赛基本上没了。野三病啊，那么狠啊！他你妈，他直接踩开，然后直接就是这个马柱的招呀。他这个野三兵就直接出枪兵，然后抽地堡去了。对，然后他把那个地方踩开走下去，这样的话会很近。我靠，八本外渡口，感觉被算死了呀！哎，他待会儿地堡站在你这两个建筑中间，那你岂不是遭中了？八本死了呀！这个是外渡口啊，这怎么守啊？你还记得昨天的厄斯崔亚吗？阿斯崔亚是你妈不会守，本来而且马路是两兵营，这边他妈三兵，这个太狠了。这比马路还狠了。啊、肯定狗哥跟他说你妈这个战术你只要用出来他只要成功不是他们肯定是研究过把本喜欢外毒口对、啊、你开局外毒口我直接就是三兵踩开我靠这么踩的吗他投个他先外面踩开然后这边再踩开我靠那么哇靠可以啊很精妙啊这个是算的有点死啊这个战术对哦然后他才从这里窝出来你正面都看不到可以啊、哎，这把八本算死了，这个开局绝对是，他所有都做了细节。哎，但八本修了个电池，但八本刚好过来，哎，完了，哎、家里没修电池。八本笑了，八本笑了，完了。这你妈！八本自己都笑了，这他妈的估计是狗哥给他设计的战术，这怎么挡啊？这挡不了了，这个所有农民出来。他本来如果啊，穿农民，穿农民，穿农民。穿农民但是农民哎，他缩下去，机器了，啊，没了没了没了，不是厄斯崔亚打的不好，昨天不是、啊，他真防不住。他第一个电池是修在二矿这边的话，还能打打。对对对对对，但是他没想到啊，就外渡口根本就没想到这招。开心的一逼，我笑了笑了笑了，那狗哥战术真靠谱，哈哈。哎呀，再喝一口快乐水，自信的啊。这个肯定狗哥他们这几个人给他设计的，这就是战队的力量啊！这就是战队的力量。啊，八分人都傻了，上来他妈的几分钟啊，两分多钟吧。虽然八本也在 Africa， 但是 Africa 是个直播平台，并不是属于战队啊。他们这个战队我问，其实没太多人管的，就他们这战队也是就是 Africa 的工作人员兼职帮他们管一管，他们其实都是主播一帮人。啊，对嘛，就是主播嘛。嗯。那相比的话，那肯定 NV 更加纯粹一点嘛。嗯。我们现在对下时间，我感觉你比我快个两三秒。你说。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二三、二四。好了。二五。好了，好了 ，OK 了。啊快那么多啊、感谢 FETTEA 的一个 Fate T 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啊！感谢兄弟啊！哎，其实当年斗鱼也差点成立一个战队的，啊是啊，对吧？当年斗鱼也差点成立一个战队。哎，你不要说斗鱼，当年你把三星都差点搞了个战队好吗？三星搞什么战队？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啊，好像打算搞一次战队？没有吧？三星不是一直有战队的吗？啊，不，那不是，在我在国内搞个战队。没有吧？三星什么的，我知道斗鱼，反正当年是差点搞个星际战队的。当年我记得他们斗鱼是想签就是 IG 那帮人的，哎，是这样的，就是 IG 那帮人当时去熊猫，然后那个斗，然后当时斗鱼的人说你这个。合同也在对吧，你这个就别去熊猫了，然后他们就说、那我不去熊猫 IG 就
IG 我就待不下去了呀，我是 IG 战队的呀。对，没错。然后斗鱼说，那战队有什么，我帮你成立一个不就完了吗，我成立个斗鱼战队，你们就签在斗鱼不就完了吗，也就算你们份战队工资，再算你们份直播工资。然后呢，但是IG 的人、哎、我有一说一啊不，我有一说，如果他们当时 那些人都选择在留在斗鱼的话，就应该发展会好很多，发展会好很多。对对对，当时他们就选择了还是去 IG 嘛，然后就遭中了嘛，就后面就去熊猫，就都没特别好嘛过的。这个东西选择的问题啊，这个对对对，选择问题，人生有很多选择。好了，看这盘，这个帮你会带来什么战术啊？到现在为止还没看出来，就正常的开局，两死神开。那他第一波可应该是要针对把本的这个使徒前压的，两死神一火车刚好打你一个死神，这被针对死啊！打一下看一看。好了，看着快跑呀！你这个只能飞，哎不飞啊不飞，可以不飞，他回去了。我当时熊猫开的待遇要高很多，这个是真的。嗯，这个真的，他留在斗鱼待遇没有那么高，这个我知道。不，但是就但是后面斗鱼也帮也给选没有那么高，没有那么高，没那么高嘛，就也加了一点嘛，就是。对，加了一点，但没有那么高。这个东西反正也说不清楚啊。但也说也有可能，比如说你这个战队后面他们打的没成绩了，也解散了，也有可能嘛，对吧？然后他们不是他们在直播这块对吧做的还可以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战队应该不太会解散。这个叫看嘛，这个东西，对吧？投地雷，这边引刀。看看地雷投的怎么样啊？三颗雷。这个雷如果投不到东西吧，反手引刀就来了，这个是一个抗压的一个对抗了，两个人对捅了都没看到，而且哎我感觉拔不要招中啊，感觉关键对方是有渡鸦的在招，对，他出了个渡鸦，两颗三颗哇，我靠，还好躲进去了还好，这就三个农民，还有一颗雷，还有一颗雷，这里稍微让你砍一下无所谓啊，四个农民，我靠，围得很好，也没打电子加起来，哎，把本这个可以啊，这个渡鸦刚出来防是防得住，看损失吧，这帮你被烧惨了，十个农民。好了，把两个挂件都砍掉，还可以和两个球来烧锁，哎，锁完了，能走。还要补刀吗？补不了刀了。这波帮你亏了。本来我觉得帮你应该是怎么说呢？他主要地雷没炸好，地雷如果炸的好一点的话，应该是要炸到更多农民的。啊，操作漂亮，把本可以开三矿了，这农民数量已经差的有点多了，把本那么稳啊，先不link，然后把兵营先补起来，然后再开三矿，他有点虚，被对方一波推死，不，他的确在这个时间点的确是优势，对，两个白球还能烧啊，走，妈个鸡，榨干了白球最后一滴能量，硬实力的确把本还是要略胜一筹啊，黄哥，这个把本强肯定要强一些，这个是真的。
Protoss and the third Nexus that teching up has begun. On the Terran side of things, Sim is still a ways out. It's going to be a little bit here before I think Terran can be that active. 这个局面帮你怎么打都没有用啊，很难打了。巴本本身占的便宜，就这种打法你没什么办法。装，不可能被你打掉的呀，投下来也没用。一个好像也打，也有 blink， 有 blink。有观众说 GS 的 OB 确实可以，废话，他们的 OB 都是职业选手退役下来的，好不好？当 OB 还是要有一定的实力的，要点技术的，要点技术的，这个你要懂别人怎么打。你看这个局面，你就可以预判他下一步多线会在哪里。对，杰斯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他那个，他没有那个显血，显血，他要靠鼠标去框，这个是最唯一不好的。哎，这个也不能说不好，这个他们杰斯韩国那个习惯，这个韩国选手韩国那边直播的习惯就是这样，从星期一开始。还有我那天清晰的记得有人在说什么杰斯是没有鼠标的。那你们看有没有鼠标？那没鼠标，你们星际怎么 OB？ 感谢黄哥暴扣孙一峰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感谢兄弟啊！昨天因为我看论坛上有一个就是4000分的选手想去报名参加我们这边的 OB 嘛，但就分还是太低了一点，4000分 O 不了。就很多观众可能会自我觉得就是比如说4000分已经很懂这个游戏了，但实际上真的你到你坐上来你去 OB 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你这个就差距会很大。好了，把本先封一下，找机会想反馈。闪电肯定是拖不出来的，肯定拖不出来的。现在看能不能角度差也拖不出来。那就等啊，等你再往前推一步，我直接开核电站给你干了呀。啊，回去这个角速闪电拖出来之后啊，这个把本这个正面就随便躺过去就赢了。对，把本在防守方面的确是一个非常硬的选手。来了，好了，来核电开起来，可以上了，这可以上了。核电站呢？没能量吗？开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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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了，直接把坦克点了就可以了。对，把坦克点了就可以往坦克点了回来，等闪电好。这边左右搞右搞没用啊，体术差也好了，闪电好了，然后闪电也好了，来了，奔雷手来了，扫一个 OB。 好了，先把雷引了，一个奔雷手，第二个有反馈吗？几跳脸三没了，哇靠，追着电，这个全中，基本上是没了。这种会奔雷手的这种神族，基本上就是他的兵贴上来你就没了，因为闪电你只能退。好 ，OB 也来了，没了。这地雷被解决掉之后，这个帮你这个正面完全没得打。你投。主要开局有劣势，然后帮你没有什么这种，就帮你还是这样的一个选手，就节奏必须要在自己手里。对。家里面这种头刷点小猫两三只无所谓，他直接换家了。我只能说这个把本局面打得也一点都不拖泥带水啊。如果这个局面换成是解释，我认为解释可能就会回救。好了，1-1啊，把本还是扳了一分回来。邦尼肯定是在特定的地图上，他肯定准备了战术。我们就期待第三和第四盘。感谢孙哥暴扣黄旭东的一个飞机啊！感谢兄弟，谢兄弟，帮你妈个鸡！输了一盘，脸色都变了。心态，必须拉满啊！这个你看到没有？把本这个笑容。想这哥们没什么实力，我只要正常打就好。第一场是幻觉。
death aura for map number three. Stats versus Bunny continues on. 2021 GSL Season 1. We stood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Seize the stakes. We're living a life. 好了，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三场啊。出现在地图下方的五点钟发现，就是蓝色的神族选手，来自 Africa 战队的把本。看看呗。地图上方的十点钟发现就是红色的人族选手啊，来自 NV 战队的邦尼。哎，真的，我看邦尼啊，啊，王哥，我看邦尼，我看他这张脸，我就觉得他很衰，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的没错，就这张脸就是出不了成绩的脸。哎，对，你说的没错，妈个就这种感觉。哎，这有时候真的妈脸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关键眼睛就你妈你他眼不。不是他脸型就不说了，他眼睛主要是属于那种就看起来有点衰的眼睛。对，他如果眼睛炯炯有神，说不定就感觉就。感谢这个 F E T T E A 的两个飞机啊！感谢兄弟啊！我有没有说对吗？我这么说啊，就是能拿冠军的选手，对吧？能出成绩的选手，你不能说一定长得很就是很帅。但是肯定是很有气质的那种，不就是看过去就感觉能出成绩，哎，对对，就这种感觉。但是其实我觉得，此言差矣，是出了成绩之后，你看他那张脸，你就感觉，哎，好像有点可以，就是感觉那个能出成绩或者怎么样，感觉有气质。他是因为他出了成绩，我给你举一个人的例子，你就能很明白这件事情。这个人就是穆恩，穆恩那张脸，如果他不是出了成绩，他绝对不像是能出成绩的脸。那个黑眼袋重成那样，以前就看着就很衰，你知道吗？但是后面别人出了成绩，你就感觉我靠，这就是一个这个大师有气质或者怎么样的，但其实并不是。哎，孙哥人呢？我在听你吹呀。哎，你妈的，你就不接话是吧？你就怕穆恩的粉丝过来爆破我是吧？你妈的，然后就是跟我没关系是吧？没有，只是你这么一说，我脑海里浮出一个你妈的，浮出一个 Michael Side， 你妈长得跟外星人一样，安丁威尔那个，这你妈狗屁，你妈的就不说话，成绩。啊，然后穆恩的粉丝过来干我的时候，你就说，你妈都是他说的，跟我没关系。我这有一说一啊，穆恩这个长相对吧？我觉得是还是有特点的。对不对？不是长相，就穆恩以前黑眼圈很重的，很重，那个眼袋很大，就看，不是就看起来就不像一张冠军的脸。后来他打法打的那么飘逸，打的那么好，然后就拿了冠军，然后你觉得我靠，你这个时候你告诉我有气质有什么东西？我告诉你，但凡有一天阿玛尼拿了世界冠军，你也觉得阿玛尼有气质，你也觉得阿玛尼丹凤眼，我靠，那么有杀气，一个道理的。不，有一说一啊，我在星际战，就星际争霸二这个游戏，对吧？唯一觉得这个选手应该拿不到这种冠军的，这种什么，这种打得很那个很牛逼的那种成绩，我觉得就一个人，那就是拉乌 CD。为什么别人打不了？别人成绩比你好。对，拉乌 CD 的确很强，不是？但是呢，不要说长相论是不对的，因为你那个长相也不像是拿全国冠军的长相。毛。我操你妈的，一个全国上冠军长成你的样，我的妈的，真的星际玩家他妈也很难接受。不是我不说现在啊，以前哥年轻的时候，你妈的远超你妈我们直播间这些二五仔。对，至少远超他们你妈90%。我也不是夸口。对不对？妈以前年轻的时候，现在老了是你妈是有点丑。空头要来了，空头要来了，不跟你扯了。空头来了啊！凤凰防空头，看反应，刚好有一个水晶，凤凰第一时间下来，投嘛，你投嘛，投不了，投不了，投不了，全给你抬，接，还有一个抬，不要想下来，这没了，帮你没了呀，这没了呀，没了，这他妈这种运输机也没了，这种四颗雷过来，运输机带四颗雷全倒，没了，战术完爆，感谢皮卡丘的飞机，感谢兄弟。感谢皮卡丘，你看，你看到没有？巴尼现在这张脸慌不慌？
不，这个已经没了，就是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八本二比一了。我大胆的宣布，这场比赛八本就输不了。这个要输很难了，很难输了。他凤凰巨象走起，你用头打。而且一旦凤凰成型了之后啊，你这个你的这空投也好，然后你正面出门也好，全部在凤凰的这个侦查当中。孙哥，孙哥不是那么普通，那么自信。你们怎么能这样形容孙哥呢？你们太过分了，你们这样。孙哥是那么挫，那么自信。孙哥，你妈绝对不是普通，没有到普通这个的地方，好吗？螺旋，你妈螺旋，为什么你们觉得螺旋帅？你妈的脚那么短，跟他妈的，哎，他这个他妈脚，别人他妈脚跟他妈的那个什么长，那个什么天鹅一样，妈很长的，他那个脚他妈就是土拨鼠，我操！你就嫉妒别人长得比你帅，你他妈比毛帅个蛋帅，现在他妈也是个胖子。不，现在胖了，他曾经比你帅呀、啊，是不是？打的嘛也比你好那么一点点，哦，漂亮！职业经历也比你丰富一点点，冠军也比你多一点点，帅嘛也比你帅一点点，哦，不帅很多，反正就很伤。感谢每天的快乐就是看 SC Boy 的一个飞机啊！感谢。除了比他高一点，比他有钱一点，你还有什么？但是高富帅三个字，你已经占了两个，啊，滚！还是有优势的，孙哥。对不对？高富帅三个字，你有两个是优势，他在你面前的确是差了那么一点点。哎，姐，啊，这波出门不就是送？本身打不了了，这个凤凰巨象随便打了。邦尼虽然很不甘心啊，但他没有办法。虽然人口现在是高的，但是你高是没有用的。等你到门口可能都已经有三个巨像了，巨像射程也升好了，兵营也补起来了，这个局面正面打不进去，不，开局就已经输了。这后面来的所有的兵都是送完就GG，因为凤凰直接可以追着你部队打的。好了，来嘛，两个巨像，全部是枪兵，打个鬼。如果那个杜鸦没有掉，那还锁一下还有机会。对，好了，三个巨像，三个巨像随便 A 啊，我还能抹得进去，我还不信了。不是抹进去也是死啊，别人中你一颗雷又怎么样嘛？是的呀，有凤凰在的可以追你的。好了，看着别人拍四基地脸都歪了。只需要等后续的部队了，来看一看啊。空投也投不进去，对吧？你如果投这个右边的话，还有那么多的凤凰，对，这个正面是完全没有压力的。现在怎么打正面不是早死吗？那么多，我觉得连地雷都不吃。凤凰追了，这个时候可以。当你是把四光开起来，他强行开的，想拖。对，但白板不会给他机会啊，直接推。攻防上的优势马上也追平了，推到脸就结束了。鬼兵如果打得好，然后再散一下。围巾在打三个毛，要不他又捡过来让你打，好吧？算了，这个太多了，算了。你围巾打得过那波凤凰不啦？打不过，这个太多了。就是不是嘛？要么他又捡过来让你打。哎，不会吧？哎呦耶！有啥用吗？哎呦，巨象都还没过来扫呢，白球就已经打伤掉了。其实巨象已经脱节了，刚刚，但无所谓，刷一排叉就好了。想把能进也没打掉，但是这个没用了，三个巨像还在。白球回来把这个摸了就好了，我已经摸了。再刷一波叉，三个巨像一个都没打死。
不叫开局太亏了，帮你。他这个开局那就是送的开局，一般这种开局投四个雷的这种那这种机会人亡是不可能的，他上来就撞了，刚好撞到对方是凤凰开，这个已经没救了。哎，太惨！这个局面，打本领先的话，邦尼如果没有自己独特的这种套路和战术，估计今天把本应该拿出线权了。赢的那一盘也是因为把这个邦尼的这个战术比较成功，设计的非常的巧妙。这赢的盘三比零嘛？对，正常打完就没有机会嘛。看还准备准备什么？不帮你也不要那么灰心，打把本输你也是很正常的。那 Parting 跑回来，哎，都快打完了。哼，啊不，他们应该很早就到了，应该是，他们估计也下午两三点就到了，信不信？那肯定的，过来调机器要彩排的，好吧？对啊。不知道版本还能打多打几届 GSL 了，最多我就也就两届了，估计这届打完差不多了，这样我也估计这届打完差不多了，估计差不多了。他们这届打完之后，然后下一届估计要六月份才开吧，六七月份才开。嗯，反正三届嘛一年。对，而且现在没有那个布里扎康那个时间可以要避开了，所以也还好。以前是因为要在布里扎康之前就打完，现在只需要在卡特维之前打完就好了。那是明年的事情了。对啊，所以时间嘛就相对来说好一点。是的呀，把本的兵说半年，那是半年了呀，我靠。哎呀，他跟那个谁那个 Nest 的两个人一直都没去。全太阳也肯定要去了，全太阳也要去，今年结束。这个也不知道他好直接三开啊，这个也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怎么为什么这样，教主也没去，你发现没有吗？不这不是三开，这是双开。哦，双开。第三个今天还早呢，我靠。我就说嘛，我说这个教主也没去，你发现没有？嗯，拖着嘛，估计在。教主也没有那个去兵役。按道理说他也有去了，他也是九二。教主拖着其实是对的，他现在是靠直播吃饭的，那。你这么早去的话，对吧？那两年以后回来，你不知道什么情况了。拖一天是一天嘛？对，拖一天是一天，这都很正常的呀。妈，打得好小心啊，帮你两船兵，两船兵拼一枪，两船兵。TPP 两团兵啊，其实，最早用的那个应该是碧云，他 TPP 两团兵嘛，要沿用到 TPP， 但是呢效果一般啊，我觉得这个两团兵，打凤凰也不行，然后打这个 Blink 也不行，最那就两团兵碰到这种比较偷的这种什么三开很早的呢，那是有三兵营啊，他不是两团兵，他三兵营直接待会要直接 rush， 刚开局很像两团兵。嗯，三兵营 VF， 这是什么战术吗？没见过。二矿也没飞下去。三兵营 VF， 把本这种 Blink 开局其实算是一个很中用的开局，什么都不怕。对，最求稳的开局之一了，已经算。嗯，什么都不怕的这个开局。啊，他们说可能是因为疫情那个。也有可能，可能是因为疫情导致他们兵役延迟的，这个也有可能的，这个有可能的。
因为你只有具体在韩国你才会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嗯，反正九二班的像教主他们都是九二班的。走，随便压一下，然后直接转兴奋剂坦克。他是要打一波的吧？还是？但是，邦尼这一波就很奇怪，邦尼是没有这个 VS 的，没有 VS， 你靠什么来补给你的枪兵？对，你要么就没有在没有兴奋剂盾牌之前就顶一波，那大就顶的还比较快。你现在这个顶一波顶过来的话，那别人什么都有了。Blink 也有了，什么都有了。嗯，先防一下。冰道是够多的。防这个跳脸肯定就跳追猎肯定能防得住。好了，来看一看啊。哎，刚走，他本来打算出门的，也还好，但这有接啊，有接，慢慢接下去，有接有接有接，哇靠，这个耗的，漂亮。下面，哎，这 这个跳脸跳的，这个没看懂啊，这个他估计没想到那边有那么多兵，哎，大回来漂亮，哎，这个把本伤了，他没想到有那么多兵，能锁住吗？锁不住，凹印的呀，这肯定要凹印的呀，都已经这样了，不凹印，走，好来了，目标诺森德。妈的，就等你跳的这一波，我估计他就是等你跳的这一下，跳完我就窝了。不，我感觉他也不是，因为如果是等你跳的话，他坦克应该还在上面架的，他就那个时间点，这个战术就那个时间点就叫窝嘛，这个时间点叫窝硬的。对，这把本感觉挡不住啊，是个难挡。这个绝对是，我跟你说，只切几级，这个绝对是这个就是他们战队设计的这些战术。嗯。啊，帮你两盘战术型击到把本，你把把本有点慌了。这个时间属于两个人都会很感到很紧张，嗯，所以说没有脸上是没有任何笑容的。对，只有赢的才会有笑容。很显然，就是把本有点猜不透帮你的打法。那最后一盘把本要做的东西就很简单，就是。我只要，就我只要去稳稳的防守，把三矿开出来，对吧？在开完三矿，然后把巨量运营出来之前，你不来 rush 我，那我如果你 rush 不死我的话，那我这盘就应该能赢了。我有预感，我觉得把本这盘可能会用 VS 开，嗯，用凤凰，然后直接转巨象的开局。因为这是一个最稳的开局了。嗯，感谢球奶 ZC 考研复试不过的一个飞机，感谢兄弟，感谢兄弟啊！两人现在心里面都很慌啊，但是我相信邦尼应该是。在赛前就已经都准备好了，所以他只要按照自己的这个想法，就自己赛前想的东西直接打下去，嗯，不管是怎么样，输赢都不要去计较，就执行自己这个把自己自战术执行完就好了。对，邦尼其实是一名执行力非常高的选手，你看把本现在很慌了，把本肯定是非常非常求稳的开局。对。看一看啊，先把口堵起来，这是为了让把本觉得我外面有，对，不知道什么战术嘛，你我这个你就不知道我什么战术，你也会打得比较保守。我只能说 PVT 没有那个提房子重组提房子的开局。我靠，不，他可以那个的呀，他可以用那个幻象凤凰去侦查的。那太晚了呀！哎呀，这个，妈等你幻象凤凰过来，妈的，人家战术都已经到脸上了，好吗？哎，这是干嘛？他第一手天元也 VS 啊？
right now for Bunny, one base. He's going up into his factory. Don't know where he's going from there. 我操，最后能玩那么偏？八本也是不管的呀。保你是单狂 VF 啊，这盘也不知道用的啥战术。也别。哎，刚好去追农民。这你妈！哎，他不会不去了吧？这就是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们觉得你妈这个包你有点衰的一个原因。他你妈真的有点衰，我靠！他其实有意识，可能是阴我。对，这个绝逼是很衰的一种表现。他有意识的，他知道你在阴我，但是就找不到。运气好，就第一时间就找到了。投地雷，投隐形地雷。好了，找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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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你妈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了。那放一个，对啊，先好，两裤裆里面先藏两颗雷，阴一下再走，肯定这样的呀。这个是有可能炸得到的，我觉得应该能炸到。等你炸完之后，我再投过去，应该能炸到。啊？他就枪兵防的，其实这个如果炸到的话，可能效果更好一点。你也不缺这点时间啊，对不对嘛？你如果这个第一时间你如果能炸到的话，那他先知没有的话，他怎么反隐？现在先知回来了，你居然有隐形地雷也没用，啊，这个有点。就你再等个两三四秒钟，可能就结束了。你只照到了一颗，你只照到一颗，不好意思。六个农民，八本也很烦啊，因为是隐形的，再照。来得及，来得及，能量废了。不，你不可能有第二次炸的机会的呀。就没照到吧，这个。没，这不他知道嘛，他等能量，等 CD 等能量。CD 算的好吗？上面被打忘记了吧，一会儿。先走，他没有，你妈的先走，好了，飞雷神一波，哎，但被看到了，哎，无所谓了，无所谓了，就这么回事了，看到就看到，先知反正也没能量了，老子他妈就是盘盘都战术一波，就看这个雷神能不能收起来，这雷神很凶啊，这个雷神真的很凶啊，接一下，接一下，这个毛接直接修，你打的死不了，我靠，哎，我感觉这个走位。哎，电池好了，电池要好了，电池好了，电池，电池。你有修，我有电池。点掉一个，有没有核电站？核电站开始点核电站，点核电站。核电站被点完了。哎，八本没了。我靠！吉吉，宝吉吉，我靠！你妈个鸡八本！最后中了飞雷神之术。开心的一逼，我靠，帮你。还敢说我衰啊？哥的飞雷神之术最后一招，把本牛啊竟然在最后一，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届接手里面竟然连 S 级都没进，我只能说帮你的战术的确战术设计的好，设计的好，设计的好，这个就是，其实这就是我再说一遍战队的力量，对，这绝对是准备好的，这些战把本要比明显，我感觉把本要比邦尼强，但是邦尼就可以用这种战术来击溃把本，可以，这些战术是通过他跟他俱乐部选手之间不断的演练才演练出来，对，好了，我们来听听邦尼采访。采访To the round of 16. Congratulations. 지금인터뷰석오셔서지금계속너무좋아요 Oh, you just came to the interview and you look so happy. Bunny, how do you feel right now? 대엽이형이워낙잘하니까 I mean, Stats is a really good player, as everyone knows. 한패때지고서아이거운영으로 And after losing my third set, I knew that with macro, I wouldn't be able to beat him. So I tried to let my expectations down, and I knew that it would be a hard series to win. 잘해와가지고이겨서
But you know, in the end, I'm so happy to win. 토너먼트 시즌 1과 또 GSL 예선 또 오늘 경기까지 다 김대엽 선수만 잡으신 건데. And it's Super Tournament, Super Tournament season 1 and in GSL season 1 you beat Stats. So how do you feel after that? Well, just by beating Stats today doesn't mean that I'm better than him in any way. Well, and he's a phenomenal player for sure. And whether I win or not, you know, it's always hard to prepare against him. How humble of you, Bunny, but it was a hard-fought victory. And there were a lot of rushes in that series. And in the last set, you went for the Widowmine drops and you went for the Soul Rush as well. So, what background is there behind these rushes? Well, while preparing for tonight's match, it was really hard. So, you know, I drank some beer to relax. And after having some alcohol in my body, I started to come up with these innovative builds. And then after using these builds in practice, I realized that they are pretty good, so that's why I use them. 다만 오늘 지뢰 드랍 많이 또 활용을 하셨는데. Well, you did use the Widowmine drops quite frequently today. 마지막처럼 또 잘 된판도 있습니다. 마찬가지로 And there were times when it didn't work and it did work. So. 사실 모든 Why did you use that? Well, every game I had the confidence to win, but due to my opponent being so strong, it didn't work as expected. But you know, at the end of the day, I prepared really hard, so I knew that as long as I stick to my strategies, I could win. Well, after two seasons, you now move on to the GSL Codex in round 16. So looking at your 2020 record, and last year you actually got bogged down by Parting a lot, and Parting's been on a roll these days, so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Parting? You know, I think Parting is a really good player. He's really strong. I admit his skills. In the past, when he used to make provocative comments, I would get angry. But after this comes the group nomination. So I'm going to try to suppress my happy feelings and try to have a humble attitude in my group nomination. Well, you're going to have a happy group nomination for sure, Bunny. So before you go, anything you want to say? Well, I'm always grateful to my parents. And thanks to Maru, SOS, Hurricane, Trap, and everyone else for helping me with the practice. And also Zaun, too. Once again, congratulations, Bunny. Thank you. 네, 이렇게 好的啊，我采访完了，我真的没有想到今天八本会这样就结束了。